普拉博沃先生将中国作为当选总统后的首访国家，充分体现了中印尼关系的高水平。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巩固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推进中印尼发展战略对接，打造发展中大国命运与共、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典范，为地区和全球的发展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全国选举委员会组，然后有关反对派候选人注册调查关切，要求给美方在科技领域对华封锁、限制、制裁、打压中国企业，妄图遏制中国发展，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严重违反市场经济原则，严重破坏国际贸易规则，严重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对中国企业实施非法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3月26日达苏恐袭事件发生后，中方第一时间派遣跨部门工作组赴巴基斯坦开展工作。工作组28日抵巴后，立即同驻巴基斯坦使馆、有关企业等全面开展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工作组的组长、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白天司长，先后会见了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外交部长、内政部长等官员，要求巴方尽快彻查事件，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切实加强安保措施，彻底消除安全风险隐患，全力确保在巴中方人员、机构和项目绝对安全。中方尊重委内瑞拉国家主权独立，支持美方根据宪法和法律推进大选进程，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委内政。中方希望委内瑞拉选举平稳顺利举行，呼吁国际社会为此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军事勾连。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有关问题的严重危害性，将所做的承诺落到实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核安全问题是乌克兰危机的一个方面，其解决最终取决于乌危机的政治解决前景。只有推动局势降温，早日恢复和平，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核安全风险。所有各方都应以负责任的方式推动乌危机得到妥善解决，中方为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此次访问系塞若内外长就任后首次访华，中方期待同法方一道，就中法关系、中欧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深入交流，延续双方良好对话势头，推动中法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俄罗斯提出的合理意见未能得到采纳，提案国在仍有时间进行协商的情况下仓促要求表决，安理会公开摊牌，这不利于维护安理会权威。当前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一味的制裁施压解决不了问题，政治解决是唯一出路。我们希望安理会及有关各方都能为此
做出建设性努力。近年来，日方大幅调整安保政策，逐年增加防卫预算，不断地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不能不让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是否真心坚持专守防卫、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产生强烈质疑。我们敦促日方切实尊重周边邻国的安全关切，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免进一步失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